抓起来了，抓起来了一个人，他从那个围栏里面跳出来了，然后一出门就走了。我要上班，我要生存了，我不能一个。我一句话就到那，你们老外能逼死我。 我全家人都死光了，我他妈的一个女儿都没有，你们这全家两口一个人回一个群，你们是正正正正亮出来吗？啊！